请各位的前人、副前人、各位点禅师就拜殿的位置。那我们准备要念诵祈福书文。各位姐姐，我们等一下书文念诵完毕之后，我们会接着新春团拜。那我们前到前贤就跟着前面一起跪拜，那后面比较晚到的前贤可以手抱佛童跟着一起。各位请先可以手抱佛堂。平安祈福愿文，为中华民国112年岁数规望正月七日，奉天神运一贯道迎接义和圣堂弟子周五连顺，负责人各位点愿师及全体道亲。天生贵在冥冥上帝联合，为平安祈福事，签以四位正月，四俗明春，一元复始，万象皆更新。地主顶一片无形，分享祝祷，共同怀着感恩的心，为国家祈福，为世界祈福。为道场、为社会、家庭祈福，恳求老母慈悲，福祖保佑，人生如意，毕业兴隆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财业亨通，疫情平息，天下太平，祈愿老母慈悲，大德普传。目的从心净化心灵，安心定力，护佑道场，丰收护法，体健安康，同心同力，群策群力，尽修十方，道场宣扬，再求老母慈悲。在这个新年的开始，愿冠上和谐，家庭美满，兴旺。愿众阖家和乐，大家发心受办，义和乐亲，心手相连，道路方便，力愿了愿，消灾解厄，永远社会安定，人民和乐，世代和平，普天同庆，喜迎入土，相开时运，万事如意。因此诚心恳求地主信师等护法庇护，天运中华民国112年岁数规望正月七日。
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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